这集要来记录2024云林古坑绿色隧道直系潮流绿植森活。举办单位这次也是盛邀了许多多肉界达人及园区前来摆摊。我们随着影片来回顾活动吧。活动当天天气非常好，很热，非常适合逛肉买肉。活动当时是举办在2024年1月20日到1月21日，六合日两天。我们因工作的关系只能周日第二天去。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很多美肉了。所以有这种多肉活动的话，都要在第一天的上午去，才能抢到比较多珍藏美肉窝。肉友界的大大们抢肉太厉害了。那我们就用眼睛再次回顾这次的直系潮流活动吧。有些人喜欢默默的看影片，但他们还会记得点赞订阅。您的善心之举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持鼓励。这次影片会抽取赠送于肉S小铺以及彩虹多肉花园的多肉，分别为图示的这两颗，左边性感 PP， 右边紫罗兰女王黛牙。请按赞、订阅，并留言2024直系潮流新年快乐。将于频道社群公告活动截止日抽取一名幸运肉友获得他们。那我们就随着影片来逛直系潮流咯。有喜欢的摊贩也可以上他们的粉丝专页追踪支持哟。